车子都在地上都不怕的。这个比我上次买的便宜耶。到底谁说要去上海买东西的啊？那些部落客，以前说不定真的很便宜，是最近这几年就是被大家炒。等一下要先去吃饭，吃完饭之后呢，再去带大家看，闻闻看妹妹的味道，妹妹的味道。我的楼梯上上下下的好累啊，谢谢吗？它这个像山一样，我的蛋已经破掉了。然后吃完咖喱饭，咖喱饭还不错，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吃辣的人。现在来去找妹妹，把妹妹的味道吸爆。这边的三楼是我这边的安利美客，有妹妹的味道，有一柜专门就是放动漫味道的香水。哦，找到了妹妹味道的香水，来帮各位闻一下，说是什么样的味道。跟我想象中妹妹味道有点不太一样，是很野艳的味道。来闻一下，来闻一下炭治郎的。炭治郎的，我觉得有比较好闻，也是香，但是它好像多了一点中性的感觉。再来，我是善意的，我觉得我吃的味道比较适合妹妹的味道，因为我吃的味道它比较淡一点。再来，伊之助的，是香的哎。目前闻下来，我最喜欢伊之助的味道。可恶，一个野猪居然比妹妹还香。最后一个是富冈的，这个就还好了。总结下来，伊之助的居然比其他的都还要好闻。我的话，我应该会买伊之助味道的，不会去买妹妹味道的。再闻一下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伊之助味道。这边也有进阶巨人味道的香水，我们看艾伦。我觉得这边的香水味啊，都是那种不是那种古龙水味道，他们这边都是很香精的味道。这个是啊，冰掌的，我要闻冰掌味道。啊，多吸多健康，冰掌味道多吸，冰掌味道也不错闻。然后团长的，来闻看 Joker 的味道。这个也蛮像木浴巾的，跟刚刚团长味道有点像。因为这边不是本店，这边只是刚好在安妮美特这边放一柜而已，所以并没有展出很多东西，不然我本来很期待可以看到其他味道，比如说像我上次好像有看到犬夜叉的吧。其实妹妹的味道有点甜甜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。伊之助和善意的都蛮耐闻的。来日本喝珍珠奶茶，这个是香蕉牛奶口味，因为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杯，我想说到底是多好喝，看看跟台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超级难吃，超级不好吃。他们珍珠没有味道，而且好像放冰会有点放太久。珍珠里面咬下去应该要绵绵，可是他们咬下去中间硬硬。然后饮料又特别甜，珍珠奶茶还是要在台湾喝。我觉得还有人在排队买珍珠奶茶，
有可能是因为我买的不是名店的吧，就是随便找一间买的。你看台湾在路上随便一间珍珠奶茶就很好喝啊，但是这边随便一间真的就，哎，因为它的香蕉啊，我点的是香蕉牛奶，它的香蕉是香精的香蕉，就是我们在吃清便那种香蕉，我以为是真的香蕉。台湾的话就是真的香蕉，也是啊，香蕉在日本这边的话比较贵一点，台湾的比较好喝。现在要去看任天堂的直营店，最近才新开的。哇，这边人超多的，有管制，入场要管制。小袋子，这里面还蛮大的，卡比、大卡比、中卡比、小卡比。任天堂这边还有点电视玩的地方，这一层是动漫区，还有游戏区。我刚刚看任天堂对面还有宝可梦商店，然后隔壁是 Jump 的商店。宝可梦商店这边有一只超梦。哇，而且还会稍微有点会漂浮的感觉，微微在动。宝可梦走街头元素。长毛系列的梦幻，不知道长毛系列的梦幻比较好，还是没有长毛系列的？这是没有长毛的，这是有长毛的。想要带一只回去，可是不知道要长毛的还是没长毛的。是我的兔兔耶！哦。宝可梦商店，现在要来逛 Jump 这边也有我印的东西。我原本以为只会放七龙珠之类的，没想到还蛮多的。好可爱哦！不过这是个穿制服的贴纸而已，为什么要500块？包好的徽章，
空的徽章。哦，铜皮耶。商品最多，其他的话就是一点点一点点。其实鬼灭东西并没有很多，吓到我哎！我想说，哎，鬼灭东西不是要最多的吗？我音居然比他多呢，而且还有很多这边限定的商品。咱们的餐种吗？哎，如果可以在家里摆一尊这个多好啊！帅帅帅帅帅！这是进阶巨人的包包，有没有？同人的眼镜细节，雅斯娜的眼镜，怎么了？我想要一只尼度。你衣服好贵哦。还有刀剑乱舞的专门店呢，哇！是女性向的店，这区比较香，又干净又香，因为它还有一个布景，可以让你在那边拍照。光是六楼就可以晃好久了。一路送。我觉得顺毛宝贝超可惜的，我觉得这个明明就很好啊，但是他们就不太会行销的感觉。不然的话，我以前是蛮喜欢顺毛宝贝的。现在呢，要吃好像很厉害的，可以自己煎的铁板烧，他会给你一团肉团。你要自己放在烤盘上面自己去煎，像这样。这么多油脂，所以它才放下去的时候呢，不用用油，也不会粘锅。它在滴油。哦，好吃。全血来送你们。完全都没有了，不过他们还蛮会做生意的啦，还可以在这边抽一番赏。
了。